所以是红方咯，所以是整个红方咯，毒啊，任毒啊，所以是整个红方都有参与哦，抓到了蛛丝马迹。玩具模型枪，暗色玩具模型枪 ，OK， 了解。名义上打着说要贩售玩具模型枪，结果昨天那个谁啊，沃尔爱德华哦，他在他那个电话里面讲很多他买很多听不懂的枪，就是那种证据库都看得到的枪，枪支二级武器，他要给他下订单，然后他说 OK。所以以后在推特上面看到有人说哎贩卖玩具模型枪，就是 Hello everybody。欸，你跟他们讲的那个笑话，你跟艾尔维亚讲哪一个？大家听哪一个？那个爱你，那个爱你。可是我不爱你。我爱你。哎，王心凌。哦哦，你知道？我忘记题目什么。啊。哦，你知道？你知道？你知道王心凌最喜欢谁说情话吗？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你不能说，可以说 ，baby， 不是，是侯友宜，什么？侯友宜，因为侯友宜，侯贝贝，情话多说一点。啊，为什么是侯友宜？侯贝贝啊，可是他那个是欧啊，啊你。你认真磨人是不是啊？不想跟你说话了，真的是。哎呦，干嘛？你的笑话总该有点道理吧？笑话就是无脑智障才会叫笑话。你有道理，你去当老师啊！你可以讲那个我今天一上班第一个笑话嘛？嗯，哥哥弟弟那个。哥哥弟弟。哥弟弟站起来。那个哥哥吓弟弟，你知道是什么吗？什么？是什么？哥哥吓弟弟，是靠背啊！哥哥吓弟弟，哥哥地下道。